这台是贝尔最新上市的 Venue 4.1 寸手机，它的外形是非常利落的设计，从它两边的荧光以及它的上下两边都是非常利落的斜角，再加上它的镜面是康宁的圆弧形的镜面，前后圆弧，让你握起来非常的好握。那再加搭配我们贝尔的首页那个设计，可以让你把你想要的这个电子邮件、你的 Facebook 社交的所有你常用的这些功能，在首页就可以来使用。那如果你所安装的这些小程式呢，通常会依照你的这个名字下去排序。那当然你装多少，它就帮你一页一页往下排。那整个手机在使用上呢是非常的方便，它包括你可以很快速的进行这个铃声静音，那还有跟 iPhone 比较不一样，就是说我们这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照相的按键，所以你在照相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进去画面。所以在使用上让你操作是非常方便。那当然它除了外形设计很利落以外，它也是让你能够在这个商务上使用很方便，所以不管是说 Google 的这个功能搜寻啊，或是 GTalk 或是 Gmail 全部都帮你绑在一起，所以你在 Google 上你平常在电脑所用的东西呢，它都帮你同步的做这个 update、所以你走到哪呢，你一样可以收到你的信箱里面的信件。那除了说 Google 的信箱以外呢，你一样可以另外再加上你自己的这个和私人的这个 email 的账号，也一样可以并加进来，一样让你走到哪都可以收到你想要收到的讯息。那它一样，它就是一支很标准的三 G 手机，所以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也是让你操作很方便。另外呢，因为它有搭配这个 WiFi 的功能，所以你走到哪家有 WiFi 的地方，你一样可以上网。那一样，它可以把直接当做这个 AP 的热点功能啊、所以你只要有很多人要一起上网的时候，你只要通过这一台上网，然后其他电脑连接到这一台手机，它就是一台 AP 的无线功能。大概比较清楚的介绍是到这边，谢谢。